Idiot! Asshole! Asshole, you! Fuji is from the 80s of Beijing, to the 90s, even to the 1000s. Gunna! Gunna! 我们将改变世界。I've always loved you。主要是讲三个好朋友的成长，受到名利的考验。谁梦想的精神是我提出来的？你除了带麻袋装钱，还会什么？决定要做什么的人，应该是我。在每个不同的地方发生，其实感受很 universal。情感的流露和我以前拍《甜蜜蜜》那种大时代背景的香港故事，其实很相似。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。不嬲都中意用一啲大家好有共鸣嘅旧歌，咁里边有一只最令我有感觉就系《海阔天空》，一只广东歌喺九十年代曾经几大力咁影响到一批年轻人。非常的兴奋，因为它包含了情怀、回忆、梦想。越拍这部戏，我越怀念学生时代。很立体的表达了，就是大部分这个世界里面三种不同的男性，一个图片。哎，他们没有认出来你啊。他们压根就没看我，一个所谓的海归精英，改变身边每个人，改变身边每件事。另外一个就是愤青，一个文艺青年。没人肯出版我的书。程东青给我很像，其实我觉得我挺笨的，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。第五我的人，坚持一点一点。导演，我可以了。原来其实我也行。怎么回事啊？程东青，快点。生命是如此的辉煌，在某一个时间，他们把兄弟情看得比自己的家人更重要。给我打，装呀！打！怎么样？没事没事。我跟你说这我主要是地太滑，我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地上太滑。如果之前我还没有资格成为他们俩的朋友，现在我可以了。孟小俊他很真实，他是个承认自己的。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是改变。我们三个在拍的时候，我们很享受在那个世界里大家一起生活。注意自己，注意自己。Yo yo yo， 老公 ，Don't make me a pussy pussy。东青，你快好起来哦，我们都很需要你归队，哦。他爷爷开始那一代是中国第一波海归，是坐船回来的。我这次是坐飞机去，但是我再也不回来了。你没有朋友，只有你们两个是我朋友。他一直在追求很酷的事情，过很酷的生活。哎呀，美国真光了呀！看着美，没有毛病啊，穿了一就是个骗子。他相当于是一个粘合剂。平衡大家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，放一个 nobo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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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body。 所有观众看了这个电影，就是都希望跟你做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也要欺骗回生活。给在座的朋友三句忠告，千万别跟丈母娘打麻将，千万别跟想法比你多的女人上床，千万别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。学生就什么都有可能的那种
希望年代，觉得非常温暖。我们将改变世界。他为自己所有的行为买单。他是一个活得特别明白的一个人。他很固执，有自己的信念。对不对？你大爷！每一个男生来看，都会找到一个自己的原型。再没人问起。你好好学习，考上一个好的大学，将来出国留学，挣更多的钱。我相信很多家人都给自己的孩子这么说。I love my country。原来有出国梦，但那个出国梦不是发自内心。你觉得这个事儿跟我格格不入 ？To take a leak, you want to go with me？ 我自己也去过美国，也去过两次美国，本来很相信美国一套。但是也在美国碰上不少的钉子。其实我演的那段就是他在纽约的经历，包括戏里面一些以前在美国做过餐厅。我只能做 busboy。 我说什么叫 busboy， 就是连 waiter 都不如的，就是收拾桌子，帮人倒茶、倒咖啡、叫可乐、叫喝的。我在美国做什么知道吗？我没有资格拿小费的 busboy， you know。 所以等于对于孟小俊完全就是一个，他觉得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尊严的问题。本来最熟悉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就是 American Dreams in China， 就是在中国发生的美国梦。Young man， hey， can I help you？有一点讽刺的，很荒谬的。I flew 20 hours from Beijing to have this meeting. Let me finish. 我现在不相信。最后是走在那个纽约的那个时代广场，从那儿开始开机走，哗走过去，导演就不行了，就在那个时代广场。哭得不行，最后没有见到，永远记得。同学们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。下面，请大家欣赏来自宝岛台湾的男歌手罗大佑所演唱的歌曲《光阴的故事》。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落叶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多情，这里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地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是等待的青春。发黄的相片，古老的信，以及褪色的圣诞卡。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张脸。